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糖豆人大闯关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哥哥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、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游戏规则的话，我就不废话了，来，怎么好？第一关，这个我这个门哎。这关挺简单的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咱们手中有一些道具，嘿，可以骚扰对手的。这前面这个是谁？中，哎，没打中。啊，给他补血了，喂。哎，这个铲子是给他补血的。对啊，我还跑去给他补了个血。前面那个等等我，谁跑到第一啊？谁跑到第一的？我在第二。没关系，有很多关的。好看一下这个道具什么效果。哎，又没打中这个糖果呢。我糖果也是加血的。我跑过去了。等会等这个门降下来。好，跳跳，好，过来了。好了，我第二名。第一关要淘汰，要淘汰一个人。谁还在后面？谁还在后面？谁呀？这么乱乱腾腾的。想要大家先问过我手中的道具。喂，有人过来了，有人过来了，哥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搞事情。哎，没打中。嘿，他过来了。我后面还有一个。快点，你要淘汰了。嘿，哎，没打中，我先往前走。最后一个位置，谁跑在最后的？他也掉下去了。他们都过来了，都过来了。好，都达标了，下一关。我这一关转盘哎。对呀，有点难哦。快往前走。这个简单好吧？简单个屁呀！掉下去就结束了。怎么可能会掉下去？哼。走这边。好，往这边。漂亮，哇，那个跑到前面的速度好快啊！是呀，小心这个球，小心球，球过来了。巴贝贝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哎，走旁边可以躲过这个球哎！哇，他这些关卡都是神还原啊！是的，真的是神还原。嗯，好厉害。不知道下一关又是什么？又是转盘。等一下，这个得走到。走到最旁边，喂，走 ，OK， 哥，我快过来了。哇，你们好快啊，速度！最前面那个是谁啊？他这个是按时间淘汰的，我发现了。对啊，得按照他那个要求的时间达标，不然的话就会被淘汰。走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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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在我前面啊？对呀，就是我呀，可爱吗？我也达标了。剩余时间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全部达标，最后那个呢？最后那个可能游戏大概可能没了，他被淘汰了。哎，障碍狂欢，我这一关是我最怕的哎。走 ，go， 他没被淘汰，他也来了。好，往前跑，不许耍赖啊！不准用那个小淘气啊！我好像用的不是小淘气吧？我看一下。我这个梯子得跳，好，往前跳。啊，我用的是小刀器，那我换一下特工罗拉。我这关稍微有点难了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我过来了。我这个大摆锤。卡在这了。这个大摆锤，等它摆过去。好，摆过去，我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这关真的好难啊。好看这个。等他摆过去，过来了，冲啊！终点是我的，冲啊冲啊冲啊！我会获得第一名的。这关本来是要走旁边的，第一名是我的，完了，剩下一个名额。逃不过这个大摆锤。好，狗蛋，你被淘汰了吗？我被淘汰了。我会带着你的意志。哇、哦，这一关。这关他会那个的，哒哒，走走走走，
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了。嗯，最后一关了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站着不动。看看一下谁会那个，谁会吃到皇冠啊？嗯，好的。哎，我还在最上面。考验咱们走位的时刻到了。哎，我再下去了。好，往前跑，往前跑，往前跑。哎，稳。哼，就还有我一个人在上面吗？但是你要掉下来，你就完了。怎么可能？哼。哎，走位，哼。哇！哎呦！我差点掉下去了！哇！你们居然在下面等着我！对呀、啊，这边有一个人等我。哎！好鸡贼啊！刚刚那个。喂！啊、哦！我也掉下来了。我往逆方向跑，不跟着你们跑。是不是好像最后只有一个了？下面还有几层啊？不知道哎。好，走位。哎，尽可能的往中间走。好，往中边跳。我还有人在上面。还有人啊？对啊。那个人关键是站在那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应该是被淘汰的吧？啊，是的。最后下面只有两层了吧？应该。我这里越来越难了。你在第几层了？我在最后两层了呀。我应该还在你上面。哇，我在最后一层了。哎，瞬间就掉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我本来想见的。我本来想把那个，他用那个 bug 按住 shift 踩在那里不动。我本来想把他骗下来的，结果自己踩空了。就还剩我跟他了。他这样犯规，按住 shift 的站在一个方块上不动。他这样犯规。哪个？啊！不是那个人，不是那个人，是跟我一样的，是空气，就已经死掉在观战了。那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对啊。不对呀、啊，在观战啊。还有人在上面。上面还有一个，上面一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挪他按住 shift 的。他卡住了，不是他卡住了。他按住 shift 的在这没动。那。你咋没掉下去啊？哇，他卡住了。对啊，我都说了他卡住了。本来第一名是我的，好气啊！卡房间卡的他也。还能这样玩的？还能这样？开挂！我几炮都开挂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，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